子弹它就跟你隔了一面墙，右边注意右边。 打掉。哦，sorry，打掉个牛哥，上个蛋。老头，刚才这不是个办法。 五杀，真他妈五杀，五四级杀。 猫掩护啊。
这洞能不能打啊？猫啊，猫，牛哥，围墙上有小洞，可以打吗？OK OK， 不打洞。外面可以打进来啊。行，等我出去再讲一下，先继续打。什么都可以打？猫，牛哥说都可以打。我操！我打到牛哥六次了。我的妈！啊？牛哥说可以打。走！我都要投降了！我操！可以打，牛哥刚刚不是说所有洞都可以打？洞到底能不能打？要不要重新规定一下？洞到底能不能打？要不要重新规定一下？小洞到底能不能打？他围墙上露出那个小洞到底可不可以打？可以啊，有洞就肯定可以打，你开枪。但是他们都以为不能打。那就不打。谁看不可以打的？对。我看看牛哥，你帮我看左边。走！哇靠！哇！挨了好几枪，我靠！被堵家了，这。
了解了解。打掉一个，有个从左路过来了，走走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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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